OK， 这边。一二三。OK， 开始啊。你哪里？一二三。你差不多有几十八千嘛？刘振东好，刘振东啊，刘振东哦，六第一次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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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你一下，见过。好，老板，他是我们这一区的现在的候选人，啊，他叫刘振。鹤林中选区，不要忘记他，邱孝利，为民效力，这是我一号候选人邱孝利。